我走了，陈老姐。别走，自己选。那我现在我不要啊。妈，选。我不喜欢那种啊。等一会儿我把你鞋还全部丢了。结果穿起路也跑，结果，哎，找我穿双肩子皮嘛。穿就好了。快点。我不穿啊。穿紧的不掉。哎，我不穿啊。哎，啥啥子人一来一的来。老子不追要了，这还。你看萌萌看见我脚杆就是弯了，穿着咋好看嘛？脚杆有。你抱着爸爸咋子嘛？爸爸一会儿要回来呢。哎，我的幺妹，爸爸走了，要不？嗯，帅。哎，走了，来摸摸吧。哎，走。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嗯，乖。热湿的手掌牵成的模样，我们身体里我们身体里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随着树干长出藤萝，就会越缠越紧。陈老姐，你收个点鱼啊？他倒是有点烦事，我给他扯了。还有通不？这饭钱我带你去换一张。对，还有点痛。
每天来换。你搁着多摘点菜就好了，天天都在摘菜，天天都按它除吧。那你既然不摘，那你就给摘噻。嗯，是。摘了多少子嘛？摘了70万哈，说穷人。来，宝宝喂你，吃点再给睡嘛，好不好？现在电视看的那么起劲儿，饺子要睡觉了呢。就算了。还吃嘎嘎蹦蹦蹦呢。二十四小时。